喂，你好，感谢跨市长的，太难了啦！念不到几秒，直接笑场，趴在桌上。难怪陈思宇说台语没自信，因为讲起来就是哪里怪怪的。扫街拜票也被爸爸陈建明吐槽，家里面说公孙桥呢比较和和乐一点，对啊，公孙桥叫做滚桥，哦，滚桥，对不哈？因为大家拢唱我讲台语，敢袂认得，你做两个没认得，不给面子，直接纠正。陈思宇的破台语让陈建明实在听不下去，就算两人在扫街拜票，也直接现场教学。大家好。然后我是陈思宇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阿思宇，这次我被参选的是咱树林大同区的立委候选人啦。啊，拜托阿爷伯，再来给我们倒几次，下月二七一定爱投票哦。你都没听出来吗？是下月二七，不是下月二七，他又讲下月二七啦。爸爸超专业，连发音小细节都不放过，毕竟投票日可不能说错。就像陈思宇的参选口号，能念几遍是几遍。白色力量哦，进入那里。色的力量，国会爱发光，对不对？太强了！改变行径，爱继续发声。改变行径，继续发声。你看行径啊，对吧？所以音还是有点怪怪。不会念的字直接转成国语，反正听得懂就好。对比爸爸的流利台语，陈思宇显得很辣茶。勉勉强强了，台语顶多60分而已。虽然不爱被贴靠爸标签，不过说到要讲台语和民众博感情，陈思宇还真的得向爸爸陈建明多学几句。三立新闻林玉峰、叶婷台北采访报道。